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 Music 正在看，我是老郑。众所周知，为了更好地控制疫情传播，国外很多国家也都纷纷效仿起中国，举国进行了居家隔离。这可是把那些成天向往自由的老外们给憋坏了，竟然在家里的阳台上就搞起了音乐会。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些花式居家隔离的老外们是怎样放飞自我的。说真的，这不隔离都不知道，原来大家都是隐藏的音乐家，随便拉一个出来，竟都是歌剧大佬。除了唱歌跳舞，意大利人民还纷纷拿出自己的压箱底乐器，和周围的邻居们来了个阳台音乐会大联欢，真是一个比一个多才多艺。要说这白天吹拉弹唱，晚上自然也不能闲着， DJ 嗨曲，秒变大型蹦迪现场。看了意大利的阳台音乐会，英国、德国人民也有点跃跃欲试，不过啊，这画风咋就有点不一样呢？Imagine all the people. Imagine you shut the fuck up. Auf ihrem Weg zum Horizont. Denkst du, fickt euch doch alle!除了在家玩音乐，竟然还全民在家踢厕纸。国内网友们看了纷纷调侃，终于知道老外们为啥要囤厕纸了。但不管怎么玩怎么闹，还是安全最重要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老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